Cina makati amari buta cia cina ma cia si pasa sangau sang ngawa bule. Sene saro amana nata sva di tanela.过去小米是泰雅族的主食，现在小米麻薯变成原住民代表性的美食。晚餐过后，族人为参加自然营队的学童现场示范捣麻薯。 新鲜出炉，100%的小米麻薯，这是司马库斯最纯正的家乡味。品尝之后，这些都市的孩子或许才能感受小米对原住民部落的重要性。各种生命能量在司马库斯的森林循环流动，泰雅族人也在这里一代传承一代。 部落坐落1500公尺的山路，被2000多公尺的山脉结结实实地包围着。
气候冷凉多雾，又称雾林带。兰屿坐落在西太平洋，位于台湾和菲律宾之间。从崎岖的沿岸可以看出，它是火山活动的产物，300万年来不断地被海洋雕琢。可不是无人居住的乐园。有一个很特别的达悟民族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上千年，他们用手工打造的船捕鱼，他们的文化正受到冲击，但仍然有许多属灵的信仰跟自然生活环环相扣。许多山羊在沿海自由奔跑吃草，它们都有主人，当节庆来临时，这些山羊就会被宰杀。